哎哎哎哎，不是，停，拦我干啥呀你？你要干啥？你废话，我上这还没吃饭呢。哎呀妈，上厕所啊？啊，收费？这还收费呢？我这是五星级卫生间，必须收费呀、啊。哎呦我的妈，这着急，多多钱？哼，要提到钱呢，我就得给你科普一下子了。大号5块，小的3块。来，扫码。不支持那设备。哎呦我的天，这真是的，你可，哎呦我的妈呀，这给你5块。哎，哎呦我的妈呀，哎，等会儿，还干啥呀？憋不住了。里边没纸。不是你都5星级的还没纸呢？单向收费。哎呦我的妈呀，多少钱呢？我用纸。纸吧，这个倒不贵啊。这一节5块，啊，2节10块，3节20。停！来，给我来3节，3节够用了。好嘞，给你3节。给20啊。哎，等会儿，又干啥？哎呦，憋不住了。哎呦，我得提前跟你说好，你上的不是大的吗？在里边别让我听见小的声音，如果听见小的，罚款200元。这你别笑，就没见过你这样式的。哎，听没听着啊？咋了？妈，你这属于叫什么？严重污染环境，罚款2000。Hello, it's me.